王磊，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机械手臂，我就想问，除了机器来制作 3D 打印的产品之外，我们的极致盛放公司还有哪些技术能够在 3D 打印这个领域当中更好地帮助它呈现作品？那咱们公司可以有非常小的那金属打印的部分，尤其是像金属高温陶瓷、钛合金这些部分，我们都在做。高温陶瓷呢，已经是给故宫再去做它的饰品了。那么大的尺度呢，我们马上要落成的还有一座桥的尺度，大概是在25米左右的一个桥。25米。对的。完全由 3D 打印制作的。完全由 3D 打印来进行制作。我不得不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要一座桥去用 3D 打印呢？那么因为它的这个桥的本身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，一个是速度，还有一个是能快速成型，以及它的这种形态可以更加多样化，它是解放了原来的这个桥的一些设计。